くたびれましたよ。天才！任せてく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米老爸。今天是转盘一番赏，这一次吉米我连同我的主账号一起实测，因为我想要高杀阿贝的白色吊嘎，所以总共是开三个账号45抽来实测。第一个账号我抽到了24张兑换券，第二个跟第三个分别是19张跟28张兑换券，总共就是71张兑换券，也就是平均一抽是 1.577 张兑换券啊。这一次的奖品除了球衣以外，其他几乎也都是垃圾。球衣一件需要140个兑换券，用我之前实测的平均值，也就是94抽左右就可以获得。活动七天，可在限时商店里用钻石购买105张抽奖券，也就是只要你少做一些缺德事，像是用匹配二打二或三打三挂机，或是没事就想干破别人亲娘，应该就可以直接用钻石白嫖。这里有个小提醒，想要抽的人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钻石库存，因为中秋节就快要到来了，有可能中秋节会有不错的奖品，所以吉米我建议在中秋节以前身上最好存到15000钻以上会比较保险。离中秋节大概还有三周，每买月卡的玩家平均一周大概可以存到2000钻左右。以上就是吉米我这次的分享，喜欢我的影片再帮我订阅点赞小铃铛，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